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英川，现在要去客户家维修一个浴霸，马上就要国庆节来了，所以这些维修的单要尽快把它处理掉，要不然这个国庆节放不了假了。我还想国庆节放个几天，出去玩一下，这么久了，天天在干活，也没有时间出去玩一下。之前装的时候好的还是坏的？能不能用？装的时候是好的，装的时候能用的是吧？对呀、反正等我们再来的就。客户说以前装的时候是好的，现在一开它亮不了了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咱们给它检查一下。先把面板给它取开，看一下这个线有没有接好。它这个面板是没有通灵活线的，直接是两条数据线做连接。我看它这里没什么问题，现在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这里。打开扣板看一下，看它上面有没有把线给接错了。这条电我看一下，这条电是从哪？有没有单独的开关呢、没有，现在全屋都有电呢。对啊，你看都有电呢。它现在就这里没有给它通电了，没有电了。那我不知道它怎么装的。奇怪，我不知道它你这个电是从哪里来的。看一下它这个线路，这条线应该是通一条火电才是对的，但是我用电笔试了一下，它基本上就没有送电过来，所以肯定这个浴霸是运转不了的，没有电的话。我把这里有两条线把它掏出来，我看到里面有一条黑色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条线。如果是这条线的话，那就是说这条线并没有给它通电。我现在把这里留下的胶布给它撕掉，试一下这里有没有主电源，看有没有电。这条试了一下也是没有电，我给它拉一下，看这条线是不是直接通上面的那条黑色线。对的，就是这条线了。你之前试过了是吧？好奇怪，我感觉它这个是后面有没有过来拆掉，这条线明明没有接上去啊。没有，他该拆啥的，不可能。我非常的纳闷，业主说之前是能亮的，已经有试过了，但是我这样一检查的话，确实是没有通电过来。我现在在它上面找一个主线，有带电的主线，然后我给它接到这里试一下看。肯定那天是亮。你外面那个面板开一下，对啊，你说哪个面板？开关就开这个面板。对啊。啊？你开一下吧。不是那个触屏那个。触屏那开关。你看，来，我在这整，你搁这，我这不这儿呢吗？你整我整啊？按一下，你按一下。开了。按没有？这不开关吗？哎，往下又灭了。亮了，亮了没有？亮了，你听亮了？对呀，那是亮了。那没接，电没有接。不是，以前会亮，那电线都没接上去啊。那它不是亮啊，那不亮，都不用了呢。那个它得试了，完要有风有那啥都有啊。都全亮啊。那条电线都没接上。肯定是啊，我才不搞的呢。那太奇怪了，我刚拉了一下这条电线，确实没有通到。完全都没有。那个是没接，没接线是吧？是啊。对啊。对，本来它接这条黑色的线嘛，这条黑色线是直接通到那里，那里胶布包起来根本就没有通到电。你说这块没通电呢？不是那一块，就是那里面。它本来要给它通一条火线的嘛，但是它们并没有。那肯定的，火线不通，它能亮，灯也不能亮吗？对呀，我就这个是不是陈豪他们来后来整搞的、后面是不是有？不知道啊。有陈豪来接这个来了吗？接面板来了吗？不是接面板，就这个。哎呀，就是通那个啥来的。一开始吧，它这块吧用这一个壁火，后来没有这个。他们灯亮完以后，把这头就扔这儿了。人后来又装修公司的来给我抠槽，又安这个。嗯。他整那个，他动那个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他后面能动这里头啊？他不是动这里头，本来他那条黑色的线，他不是用胶布包起来吗？那你要给他通火线，要给他通电，但是那里没有通。哎呀，这就陈豪他们搞的，肯定是他们搞的。他俩接了面板，对，掏个槽，人家那当时接的亮，好使。我就说很奇怪，他就甩个头给我们甩个头接这个嘛，这不没有这口嘛？一开始，他们搞的那是，第二天就赶紧没事就不亮了，咱去。
对对，就安完这咱也没事。对，就好使。我说很奇怪的，因为他没有通道电，哎、肯定。那师傅来，像你们来搞，肯定给我试完。嗯。完了，我给人钱先走吧，100%的嘛。嗯。像你们干活都得给人试试机嘛。对呀、啊。这他妈的，这就他们搞的，这是。他给安后安的这个接的线，完了后着槽嘛，一开始没槽嘛，你这是。咱没想到说能这样呢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是没有给他通电，所以你怎么样试他都试不了。哎你怎么没想到能这样的出事儿？行吧，你把总闸关掉，我把它接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这条就给它不用了，直接接到它的主电源上面去就行了。其实这家的浴霸以前是我装的，我也忘记了。我装到最后面的时候，看起来这个场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结果想了一下，确实是以前是我装的。以前装的时候，他那里不是要开一个底盒嘛？然后我就接好线放在那里，结果他们装修公司的把那个底盒开了之后，没有把这条线给它接到火箱上去，所以导致这个浴霸用不了，所以他就老是找卖家说你这个产品有问题，然后就派个维修单让我上门去看一下，结果一看就是这个火线没给它通电的问题。